我们俩的关系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咱俩就玩完了。没事儿，机缘自有天相。好了。 咱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啊？领什么证啊？都叫你老婆了，还领什么证？但是，这样会不会太仓促了？我都还没跟家里商量。我就是你的家，你要商量，跟我商量。涨了，涨了。 我是吗？Yes。我跟你说，他明星诞生就是神一样的存在，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老黄，赶紧安排媒体采访。小娜甜心，单采，还有司徒浩，单采，没问题。一定要戴着面具出现，这样效果更好。 谢谢徐总，是不是老黄丢那瓶酒了？好像是，好像是。你们谁见过？赶紧确认一下。这么好的酒谁喝过呀？你们也没见过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上班时间乱哄哄的，都不想干了啊？黄总，扣你们奖金。黄总，失而复得。恭喜你啊，黄总。你这，这。 我跟你说，能承认错误，他就是好同志，对不对？男人嘛，就要有个担当。对对对，当然，也不排除是女同志干的。对对，那既然找到了，大家散了散了。哎，不对，这年份不对，我那十年的，这是三年的，赶紧说谁干的？找的就找着了，这是你干的。你别闹，你那天你跟我一直在一起呢，不是你干的，赶紧说谁干的？谁是我？你别闹腾了，快说谁干的？我。捣什么乱呢你？ 我们一块干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原则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算了，下不为例。你怎么那么烦人呢？真是我，死鬼。其实我拿的，你看你不给我一个承认错误的机会。还亏我，慢走啊，黄总。徐总，嗯，哎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？酒，我找回来了。 老黄，你这何必呢？你也太较真了。那你，不过有你这种老哥们在啊，我心里毕竟踏实。那是。哎，这酒你拿去喝吧。那不行，这公司的东西，就当公司对你个人的奖励。那这。 这怎么好意思呢？结婚喽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是有点害怕，我得想一下。玲玲，啊，玲玲，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六环以内最新的楼盘。 26,000平，谢谢啊！什么？26,000？天哪，现在的房子怎么那么贵？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，怎么结婚呀？26,000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是一个要给你全世界的男人。 还在乎这一套房吗？小伟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现在的时间是13:14，一生一世，我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。结婚去，嗯。结婚了！来来来，头往这边靠一下。哎，对，好的，别动啊。 三二一，来！结婚证。
才能继续下一程。我们曾爱过太多，恨过太多，灰尘成沙漠，纵然已跋涉千里，说尽满语还如初般火热。繁华的世界深处最怕孤独，酒瓶半满目，茫然中你的声音把我唤醒。有什么好怕的，我爸妈肯定都特喜欢我。但是我总觉得在你家里见娜姐有点怪怪的。在我家我可是老大，你是他弟媳妇，他肯定想巴结你都来不及了。导演你看这样行吗？各部门准备进入倒计时一分钟。我再跟你说，别再打电话骚扰我，我是不可能回去的。葛一涵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所有人等你呢。娜姐，我有事儿想跟你说。哎呀，你还没红呢啊，就耍大牌了。娜姐，我今天不在状态，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？让化妆师帮你修个妆，赶紧的啊。最好的状态啊，嗯，快点。葛一涵？啊？不可能，不早就解约了吗？那个我没同意。你问问他姐了吗？娜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早就向公司递交解除协议申请书。可我没签字就没用，知道吗？小娜，葛一涵这孩子呀，一直把约签到我们公司。是前两年我有点不想明白，我就顾不上他，知道吧？这二年一看你们这节目表现还行，我这现在他是我们公司我唯一一个亲自代理人。所有的参赛选手跟节目组都签了合约的，不得有经纪人干预，不然的话，他可能要被视为退赛了。他签这合同啊，我不知道。我要同意了，这事好办。你看我没同意，这事儿都违法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样啊，你考虑考虑，咱这么多年朋友，他现在人气第一，你让他退赛太可惜，是不是？走吧，哪天请你吃饭啊。哎呀，娜姐，我跟宽哥签了两年的合约，因为公司签了太多艺人，所以我一直被雪藏。我来这之前已经提出解除合约了。可是你们有协议书吗？没有。没关系，我来处理吧，别担心，你去吧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个需要你签下字。媒体发布会的现场，张小娜被宽哥围攻了，现在正在警方谈判，我们要不要再借势炒作一下？这事儿就已经够大烦的了，我就不火上浇油了。看在老同学的份儿上，先放他一马。好。OK。专利局，你蒙谁呢？要不要我给你们打点预付款啊？您好，
您的空气净化器项目已经入选国家专利重点扶持计划，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过来领一下证书？你真是专利局啊？哎呀，我还以为是骗子呢。我这就过去，这就过去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罗宾路瓦克，不加糖，谢谢。喂，哎，儿子，我的专利获奖了，你呀，从今往后就是我的继承人了，啊，很快就是富二代了。我知道了，爸，先不说了啊，我在忙，拜拜。哎，您好，您那个专利啊，评估已经通过了，我给您算算啊，5000万。对，5000万，嗯，哎呦，不过呀，您还得再发一批产品小样过来，方便我们做更多的融资空间。您尽快啊，挂了啊。这儿没人吧？啊，没有。啊，好。小伙子，哎，你是搞这个专利评估的？老先生好眼力啊。凭我的社会经历，我很容易就可以从只言片语中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份。您真是厉害，我哥是风投公司的老板，我就跟着忙活忙活。那我看一下你的眼力啊，你来帮我评估评估。行，那随便看看啊。虽然我不是专业的，但是最起码得这个数，10万。100万，1000万。你要是感觉可以，我给你申请个风投。但是啊，我就是试试，不一定能成功啊。怎么不一定啊？一定成。开呀！现在知道高科技的厉害了吧？嘚瑟什么呀？嘚瑟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嘚瑟的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哪儿弄来一个假证书？骗谁呢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专利已经列入到重点扶持项目了，它马上就可以变成钱了，你信不信？谁爱信谁信，反正我是不信。哎，我给你一个数字，你看看是多少。1块。哎，没有你这么挤兑人的啊，1000万。到时候你就可以把你这个旅社卖掉，以后就不要再受这个辛苦了。靠你养家糊口，等到猴年马月早喝西北风去了。喂，喂，丽丽啊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刘大通回来了，你抽空回来一趟，跟他见个面。哎，要不我让他过去找你也行啊。哎，别，妈，你别让他来。哎呀，丽丽，大通这孩子，你们从小一块长大，这多合适啊。啊，妈，妈，那个我还有事呢，先不说了啊，拜拜。嘿，这孩子。
呀？啊，我妈。喂，妈，你今晚回来吃饭呗？咱给爸整个庆功宴。拿张假证到处忽悠你们，还当真呢？我说多少遍了，防火防盗防张德仁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哎呀，妈，你就回来吃饭嘛。让他死了这条心啊！我不可能给他庆贺。我姐说今晚要宣布个事儿，而且她明确要求必须要您在场。这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哎，小梅呀，你姐她选哪个了？长青、苏一还是那个司徒浩？你来了就知道了，拜拜。哎，哎呦，这孩子，喝到了吗？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还是有点害怕，害怕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们下次再来吧，我回去再换个衣服，好不好？哎，都到家门口了，怕啥？走，上去，走。没事儿，我肯定很喜欢你，放心吧。是我喜欢的女孩子。走，在这儿等我啊。马上就好。这什么呀？我图纸。哎呀，你弄我的图纸！什么诺贝尔？哎呀，我那国内生产两物，我什么也没耽误。怎么没？你非要把我这个图纸给我撕了干什么？我这好不容易画出来的东西啊！你装什么诺贝尔啊？你！哎呀，我别什么诺贝尔，我什么也没有耽误嘛。有人敲门听不见啊！有人敲门都听不见啊！吵架不是宅菜干的吗？自己不会开门啊！林丽，那姐。你们俩什么个情况啊？我结婚了。什么？我跟冯林丽结婚了。生气嘛，我知道是我不好啊，我本来答应了你说要照顾你，照顾到你结婚我才去结婚的，但是都怪我没忍。哎呀姐，你还哭了。姐，你看，林丽是你的工作助手，我是你的生活助手，我们两个助手在一起，以后成为你的左膀右臂，多好呀，是吧？你别哭了，好不好？啊啊，别哭了，啊！真好，是吗？成家了。你不用哭啊，以后你们要好好过日子啊，好好过日子，好好相爱。
现在替你高兴。嗯，你不都说好等我嫁出去你再结婚吗？说吧，说吧。你啊，我就这一个弟弟，以后对我弟好一点。我以后还是会在你身边的，你有什么事一样可以找我，我都会帮你的。张德仁，啊，你过来帮我一下。哦。这儿子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知道啊？不是你的爹怎么当的？人家现在证已经都领了，你现在吵吵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啊！我们这家庭有点特殊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你只管爱他就行了啊。姑娘，来来来，吃点水果。那个什么，既然结婚证都领了，哪天约着你爸妈，我们见个面，好把结婚的日子定一下啊。阿姨，那个。我还没有跟我爸妈说呢。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都说好了吗？要把我们结婚这事跟我们爸妈说。你现在这样让我怎么办啊？我跟他们说了，可是他们接受不了。为什么？小歪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可别生气啊。嗯。他们以为我被传销团伙给控制了，而且还以为我被洗脑了，所以才跟他们说我结婚了，还说马上要来救我。传销组织，我，那你跟他们解释清楚啊！不行的话，我拉上我爸、我妈、我姐，我们一块跟他视频。我刚刚才跟你爸妈说，我没跟他们讲，我现在就拉着你爸妈跟我爸妈视频，那我这不等于骗他们吗？而且以后这样下去还怎么相处呀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没事，一会儿我爸妈不是马上就过来了吗？等他们到了，我们一起跟他们说清楚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嗯。那要是说不清楚可怎么办呢？老公，你可一定要想办法啊。来，兄弟，来。坐坐坐坐坐，把姐姐书签了吧。坐着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以涵，这是什么？就好比是这酒，有人懂得品你，那你才有价值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咱们公司这么多艺人，我为什么对你这么上心啊？那是因为宽哥一直就懂你的亲兄弟。当然啊，你的潜力呢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所以你一进公司，算是我亲自做你经理。来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已经是全胜的人。兄弟，这话得慢点说吧。你合同还在我手里呢，就说自己是全胜的，想过法律后果吗？就你这种傻白甜，行走江湖，要是没有宽哥我罩着你，行吗？张小娜随便跟你说两句好话，你就替人家卖命，人家把你卖了。还坐坑里给人家数钱呢？不可能，小娜姐就不是这样的人。行，来，自己搂搂。今儿下午拍宣传照的时候，人家对你不满意吧？你前脚走，后脚人家就找了个替，这叫背选。想听掉你想。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张小娜给你做过宣传，张小娜包装过你，啊？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有宽哥在，对你不利的人，
我一个一个全给你听掉，万钧，肯定听你的啊。这就对了。你想想，你进公司这么长时间，我虽然没怎么帮过你，但我害过你吗？行，我再信你一次。这边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金星养成记是我们后期马上就要推出的标志性栏目。今天我是带着12分诚意，邀请您和一涵来参加。哎呀，我们家葛一涵现在要是来了你们这节目，去了酷奇，不太合适啊。只要一涵能来，我们保证全力宣传他。我们家葛一涵在那边那节目现在可是第一名，人气是蹭蹭的往上涨。就是不来你们节目，只要我持续他的曝光度，他一样更上一层。一涵的实力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不过，一涵要是来你们酷奇，对我们公司有什么好处没有？宽哥，您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先生，自己看。宽哥，您这是狮子大开口啊？有吗？哎呦，我们家葛一涵，那现在是香饽饽，哪个节目用他，哪节目就成了。那问题就简单了，价高者得，对不对？至于值不值，那就是你们考虑的问题了。这个的确得需要考虑一下，才能回复你。行，我不着急啊，我能等，我就怕葛一涵等不了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回见。彭总，啊，全胜那边来消息了，葛一涵现在的排名还是第一，啊，但是第二名的票数在不断的攀升。从这期的节目看，这个选手的综合素质跟咱们一涵不相上下，他会对咱们一涵构成很大的威胁。有危险，有危险就把他给我干掉。本来我是想弄到下一期的选题，嗯，可是全胜的张总那边。
小娜，我跟你说，都是老中医，谁也别给谁开药方。我给你一天考虑时间，你明儿把题告诉我。有事儿，我要出去一趟。胡闹！彩排呢，不知道吗？我必须得去，我回来给你解释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哎，袁导，必须！袁导，袁导，我们去下面谈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下不为例啊！下不为例！哎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们不是正在彩排吗？这刚才那是葛以涵吧？怎么走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通知你，公司决定给你们加派人手了。但要求是你们必须保证节目的进度。我没有选手，我怎么赶进度？我怎么拍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跟我厉害得着吗？但你，我怎么了？我又不是导演，你是导演，你自己不想办法，你让我们公关部替你解决问题，莫名其妙。哎，不是，导，还排吗？排，你上去跳啊。宽哥，我们这么做不合适吧？什么叫合适？哦，他不透你题就合适。你当这些选手都跟你似的，能这么光明正大的走啊？我这是为了让你好，你踏踏实实，你听我的啊。但我可以凭自己实力拿冠军啊！没人说你实力不行，这不是为了让你啊能踏踏实实、顺顺利利的拿着那冠军吗？葛一涵，你排练到一半把所有人撂那儿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我这制片人没有话语权吗？不是，但我是空气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来，行行行行，去那边凉快会儿去。快点的呀！小娜，你坐这急什么呀？宽哥，哎，你这样带艺人不是个办法。不是我，当初你们家小明出事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？我还拿你当朋友吧？是，我依然用你们家葛一涵吧，挺好的一个孩子，好好参加比赛，拿什么名次不重要，没有谁不付出代价就能成功的。不是，你要真拿我当朋友，你就把题透给我嘛，行不行？宽哥，你要这样做人呢，我无能为力；你要这样做艺人，这是做一个死一个。行，你也甭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把题告诉我，要不然我们家葛一涵退赛。本来葛一涵是个很好的孩子，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好的名次，但是现在他在我这儿已经死了，你退吧，你退吧，你们。好的，好的。什么事儿？你知不知道张小娜惹出来多大的麻烦？你说葛一涵八路的事儿，他今天刚给我打电话来。那你都知道了？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先想办法缓解一下跟宽哥的关系。其实他的要求并不高，不能因为张小娜一个人的固执，让整个节目组甚至是全省来承担风险吧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小娜是不想全胜被人拿捏，出发点是好的。我没有说她做的不对，最重要的不是节目吗？可现在节目别说是录制了，就连正常彩排都进行不下去。其实只要大家各退一步，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现在退一步，以后可就不好办了。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总得收拾烂摊子吧。要不你把这件事儿交给我来解决吧。你既然知道是个烂摊子，就别操这个心了。你以为我愿意操这份心啊？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我明白，但这件事情我不想让你管。
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信任我。行了，我不管。事儿全公司都知道了。哦，怎么？没事儿啊。你知道你这人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知道啊。什么事儿都爱自己担着，一人计短，两人计长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，这道理你明白吗？欢哥想让我套题给他，我不同意，所以他让葛一涵罢路。威胁你？算是吧。反正违反我道德底线的事情，我是不会做的。同意，完全同意。如果这节目没法保证真实的话，做下去毫无意义。你知道做我们这一行最珍贵的一点是什么吗？请赐教。不忘初心，好简单是不是？但是好难的，所以难能可贵。你很二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哎呀，一涵，啊，打今儿起啊，你就算病了啊。我病了？嗯，什么病？哎，什么病不重要，你就记住一点，你病得下不来床就行了啊。哎，知道知道啊，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。现在张小娜他们比咱们着急，你听我的没错，在这儿给我踏踏实实养病，哪儿也别去啊。走了，玩两遍啊。葛一涵的经纪人，让他明天来见我。是身不由己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我也不想在这儿耗时间，可我的合约在宽哥那儿，他让我怎么做，我还不是照做。你能不能有点你自己的主见？可我的话，哟，阿浩，又这么有功夫来看我们家一涵啊？啊？哎，对了，你经纪人没钱吧？我知道啊，你跟那什么《明星的诞生》就是一项目合作，干脆你把经纪约签给我，我们公司靠谱。
宽哥，哎，我对你们这种没什么道德的公司呀，不是特别感兴趣。哎呦，兄弟，话大了点吧。有没有道德，这事儿你说了算吧。在这行里头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没点狠劲儿，你还想混这圈？宽哥，你这是在拿一涵的前程，还有我们所有人的心血，为你个人做赌注啊！司徒浩，你才干了几年，我用得着你教我怎么做经纪人？我用得着你对我的艺人指手画脚？让一涵回去，想让自己再火一把是吧？都是老中医，谁给谁开药方啊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一遍，咋了？我的，哎呦，靠！我操，孙飞！哎，好！哎呦，靠！我。对着镜子写下白天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么残忍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一样。她很漂亮，不同的是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像这样灿烂方向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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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努力绽放，像这阳光灿烂。